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今天来玩我在 Roblox 上面找的烂游戏。对，上面游戏吗？这蛮烂的哎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啊，为什么我一进来就听到好多叫声？是怎样啊？这是有多乱？哇，这大人是怎样？OK， 这个妈妈，哎啊，不行啊！这个他能啊，我怎么被派出去啊？我才刚进去不到一分钟，我就有点想退出去了。这什么烂游戏啊！我给这个，我给刚刚那个游戏评，如果是一到一百分的话呢，我评五分。OK 呢，那下一个游戏是这个啊，这个叫做堆积，啊，看起来就蛮笨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建造的游戏吗？我们进来了，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。啊，按一，一是挥拳，然后二是那什么？好，这游戏我刚进到这三秒我就想退出了。OK， 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我被打死了，是怎样啦？啊，那边是什么？这个要收集12个。OK， 2个。我走路好慢哦！啊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啊，终于，我收集3个，我其实就不想再收集了。来看一下，我可以打人。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哦，我得到的这是什么？紫色手，去死啊！哎，奇怪了。打死你！不是，哦，我一直，哦，这游戏真的蛮笨的。OK， 我评这个游戏大概只有10分吧。对，只有10分而已。目前还没有超过60分的游戏。OK， 那我下一个游戏是这个 Update。Slider， OK， 我们进来了。然后他给我一个勋章。好、哦，这是什么 ？Ride， 这是要干嘛？哦，哦，下一个游戏是这个喵，这个怎么念 ？Five， 我不会念。开始玩，怎么感觉每个游戏都蛮笨？我不知道这个游戏会不会好玩，不过看这个缩图哈，我是觉得啦，应该会蛮好玩。OK， 进来了，然后他说什么？我这个我看不懂，然后这是要干嘛的？哎呦，我觉得这游戏有点意思哦。它也可以建立电影。哦，哦，哎，我觉得这游戏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要干嘛？好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？另一个片段。哎，啊，我不会做了，反正我来看一下别人的影片。
看不懂呢。欸，你这个做影片不做好一点？什么鬼啦？是啊，不是，我觉得这游戏蛮有趣的哦。我觉得这游戏蛮有趣的，我可以把每个游戏的连结都放在那个说明栏那边，可以给你们自己去玩哈。OK 哦，那么刚刚的游戏呢，一到一百分我评，70分吧，终于有一个游戏及格了。那下一个就是与 AI 聊天，然后它是这边有个 ChatGPT， 来看一下这到底好不好玩？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。真的可以问哦，我来看一下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个还不行哦，啊？为什么 ？OK， 可以，那选这个，我就说，我要打什么？你觉得我会吗？怎样？帅打错？帅？哪个帅？帅？这个帅？对。哎呦！哼！来看看他会怎么回答。做一个来了。哎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游戏不错呢。OK， 那下一个要问什么？反正我想不到我要问什么我来问，要怎么做最优质的 YOUTUBE？ 哎，等下，我是不是打错了？OK， 我们来看 AI 会怎么回答。要成为一个优质 YouTuber， 一样找到你的喜欢的风格。啊，没有二哦。欸，你这 AI 有够烂。那我下一个问题。你觉得我喜欢猫？喜欢猫还是……来看一下 AI 会怎么回答。做一个聊天机，我就是 AI 乱死了。OK， 那下一个问题，如果呢？算了，我不知道怎么。对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AI 聊天机器来问要怎么写程式？虽然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但是问一下。我一直很喜欢追逐战嘛，然后我来看看 AI 会不会知道追逐战要怎么做，还是比较好的啊。我看他会不会有知道时间，我看他会不会知道时间，现在的时间，现在
OK， 我觉得 AI 可能答不出来，到底会不会呢 ？Yes， 他答不出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那鸡。OK， 嗯，好，我不想玩。好了，这个游戏呢，一到一百分我评80分，啊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对，蛮好玩的，推荐你去玩，推荐你们去玩这款游戏。OK 啊，那我是 Reaper IAN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